这还没进来就往外赶我，你下雨了怎么还往这跑啊？天天炖大鱼炖大鱼，也没见你安排。这不河滩刚骑到啊，我顺便带了一条，你看着给安排了。行，那我刚买了3块钱豆腐，我正准备炒一下，这回行了，给它炖着吧。啊，你扔到水池里就行。行，我去拿点木头啊。啊。哥们儿，我烧火了，烧是赶紧烧，赶紧烧，来。这得大火啊，兄弟。拿2两油。把蒜、生姜，豆瓣酱，红醋。料酒，加酱，水，13香，白胡椒，家里没有白糖，放点冰糖算了，带鱼。盐，加点鸡精，小豆腐，来青椒，好了吧，差不多了吧。好了，开饭，开饭。先蘸点这个汤。嗯。蘸点汁儿，天凉吃这个真合适。这放点白菜是不是也行啊？放粉条也。猪肉炖粉条？哪有炖鱼放粉条的呀？万物皆可炖。合适，往后天凉了，这大锅就派上用场。嗯，我再来块饼。今天应该蒸米饭，这个汤泡米饭，我感觉应该是绝了。那肯定，能吃好几碗。嗯嗯，尝尝这豆腐，你上年纪了，多吃点豆腐。